元交集，唐代游街和汉代隶书哪个美？这六点让你一看就懂。最近有朋友问我，唐代的欧街和汉代的隶书哪一个看起来更漂亮一点，更美一点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。我认为唐代的欧街和汉代的隶书各自都有他们各自的美感，只不过他们的美感体现在不同的地方而已。一，唐街中的欧街和汉隶这两个概念的层次区别。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要理清两个概念，也就是欧街和汉代的隶书这两个概念。欧街和汉代的隶书这两个概念并不是一个对等的概念。所谓概念上的对称，意思是说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规模，它们的层次性应该是一样的。但很显然，欧体楷书只是唐代楷书中的一种，而汉代隶书就是整个汉朝时期的隶书书法。那么如果我们拿唐代的楷书和汉代的隶书作为对比，唐街和汉隶这两个概念是相互对等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拿唐代的欧体楷书和汉代的隶书来做对比，这就不是一个非常对等的对比概念。